先介绍 cha-cha-cha 的 hi-hat，用左脚在第一拍跟第三拍踩出一个半开拔的声音，然后第二拍跟第四拍各两个八分音符都是踩踏的声音。接下来介绍 cowbell 的打法。cowbell 很简单，每拍打一下就可以了。重点是鼓棒要稍微压在 cowbell 上面，制造一个稍微短而干的声音。第三个声部是小鼓跟 tom tom，小鼓打在第二拍，敲在鼓框上面，我们说 rim click。tom tom 打在第四拍，两个八分音符。cha cha cha 的大鼓。踩在第一拍的第一个时间点，跟第二拍的后半拍。现在大鼓、小鼓、tom tom 一起。现在加入 cowbell，再加入 high hat。没有 cowbell 的时候，也可以用铜拔代替。接下来说明，在开始打 c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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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节奏时，有一个开头的打法，先行拍在第三拍、第四拍，也就是你要先算 one、two，然后第三拍才开始打。第三拍下一个重音，第四拍跟下个小节的第一拍开头是一个九连音的 roll，是右右左左右右左左右。